腾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只能在房间开台，没办法。要克服的技术障碍太多了。这个做丝袜晚上是不是就要进我肚子？没有错啦，一定要的啦。没有啦，我把料都拿进来了。妈，我还没吗？都在客厅靠腰。好啦，我们先来做基本的面糊吧。对，我稍微反光我的脸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把它挡起来就好了。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我觉得相当可爱的食谱，但感觉翻车率蛮高的，但总是要挑战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喷发，为什么叫帮忙帮忙？因为我房间很挤呀，要怎么给第二个人来帮忙？哎，这是我们的王手做时光，怎么可以交予他人呢？好的，然后再来，等一下，我看到有一区没打好，刮下来打一打，你不能浪费吼。果然偷偷藏牛奶在里面，我稍微转向一点吼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偷偷给我藏牛奶在里面啊哈！完了完了，怎么感觉是很多奶跑出来了，好像分崩离析嘞，怎么办？这时候怎么样？先不管它，在事情变得更糟糕之前，先把面粉加进去就对了。这个面粉我已经过筛好了吼，我已经过筛好了。哎呦，在厨房先过筛好了。我们把这个步骤呢打到没有粉就可以了，不是打啦，拌到没有粉就可以了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其实做蛋糕不难，但是这句话是不是要以这个我等我没翻车再来讲这句话？我现在还不确定我会不会翻车呢。好像差不多啦。为什么不直接买蛋糕？因为还是要从自己做开始啊。而且我的确也是买了一个啊，避免失败啊。我不知道我多少声哦，先跟你讲哦。什么来不及了？我还没开打好吗？好，感受一下哦，感受一下。也好像也还好啦。来，哦，加在金属里面就不太一样哦。看，把我的脸打发。好，我们大力点。哇，太大力了，太大力了。你的耳膜有被打发吗？我看音量调还好啊，除非你很怕金属根，你麦克风太近啊，不然怎么办嘛？我就没地方放了嘛。你们不会先静音哦？直接发疯。太长了。啊！我在还没放回盆子的时候就按了开关，所以全部甩飞出去，甩到我房间了。完了，完了，我的防喷罩上面也都有了。这样可以了吗？聊天室的烘焙高手，可以赞。好，好，先来擦一下。我可怜的防喷罩要染上蛋白的味道了。靠腰，地上也有一点点。好，就这样。啊啊啊！哎、啊，多灾多难啊，可悲啊！啊，完了，我们要呼叫八毛，八毛，帮我拿奶油。我听到一个远远的干嘛？你帮我。抹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你帮我抹一下。抹什么？烤盘。睡糊涂了吗？我还没睡，我没睡啊。难道是抹我的脸吗？人家是抹我的脸吗？你刚爱加信，但我爱加信。我们很穷呢、欸。我们侧边也要涂呢、欸，大哥。侧边为什么要涂？侧边也要涂，不然怎么脱模？我这不是有涂了吗？哦，啊，那你刚刚干嘛问？可恶！欠人家扁，打他懒觉啦！可以用抖内揍他吗？不行哎、欸！打他懒觉。我等下再来一一的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蛋糕糊、哦，不是奶油哦！你不要给我抹在那个哦。好了没啦？
卖差了，缺餐饮的，涂个奶油涂这么久，卖差了，白痴女人，哇，直接被骂白痴女人，快点，正在消泡了，好回来，好回来，好，拿来放，对，耶、yeah ，欠扁，欠扁，真的好欠扁的人哦，没看过那么欠人家打的，月月走，我们回去，可悲，可悲宅男。好像是预热，但是感情降温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他是写这个只要145度30分钟，30分钟那么久啊！先烤个25感受一下吧。好啦，蛋糕的成品先给大家看一下啦，烤好了。啊那这一瓶鲜奶油刚好是200毫升齁啊，我就的确只需要200毫升，所以我就买了一瓶刚刚好，先把脸泼脏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抖了一下抖了一下抖了一下，危险。哎、欸、要打咯要打咯，那个耳机自己调小哈，打好酸啊。你要站起来打比较好吗？不要，好累哦，站起来更累了。我要开全速咯，会怎么样呢？哦哦哦，喷出来了我的荧幕！哎、欸，已经硬性了吧，很硬的吧？已经顶干的呀，看一下。嗯，差不多了。看看我的手机。手机遇难，好，就这样，浓烈脂粉，超浓的，我们来装袋，这要怎么组装啊？问题是，重点是这是安怎用？这我买，啊，不过这是要安怎用呢？啊，懂了，可以了，懂了。懂了懂了，可以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熟了，没有任何的东西加上来，熟了熟了。但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想一个问题了，我们这个塔的圆呢，是怎么给它割出来呢？哪有那么小的盘子啦？要灌溉，你说用这个吗？不行啊。卡在技术问题上面。好，我们就这样，这个可以大一点啦，大一点点。好，好这样。好，是再拉进来一点，差不多这样。好，裂印。哎呀，可以啊，捡起来。剪个大概啊，大概，那么就是这样了，我们就先割了吧，从边边把它缠起来，这样子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呢是我们自己要吃的，没有要给别人吃吼，所以呢稍微脏一点是没有关系的，剩下可以拿来抽奖，抽屁抽哦，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边边先挖起来吃掉，哎呀，鸡蛋糕。蛋糕的味道好吃，完蛋了，很难脱模，而且我们有刮刀，我们用刮刀来把它整块缠起来。刚刚有一个观众给我非常好的灵感，所以我拿了两个盘子，这样我就有旋转台了，只是不太平而已。有了，有一个圣诞节的感觉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有了吧？究竟会怎么样呢？我问我自己。那前面呢，就是很大便的，先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哇，太水了，太水了，完了！我不是说太碎了，我是说真的太水了。这个鲜奶油太水了，水啦，太水了啦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最重要的一刻来了，看看到底会不会成功呢？只剩这么一点鲜奶油，哪够啊？不够了。挤不了了，什么都没了，看来要再打一盆了。好啦，现在赶快打一盆还来得及。
还来得及，六点前完成还来得及，快 ，Go Go Power Ranger！ 重点是什么？你们想这顶峰怎么办呢？这个顶峰不要怕，因为我们有这个。看看看看，还是可爱的吧。可可爱的吧，还是蛮可爱的吧。我们准时在六点完成了呢。我们请八毛来看一下，我们请八毛来看一下。你快来看成品！哇！你根本没看到这边哇！你好过分哦！你去死吧！为什么？因为你面有蛮难色的说。面有蛮色。去死吧！面有蛮色。滚啊！好过分哦！直接请人家滚，叫人家起床，然后就哎，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看一下，滚啊！啊，因为你的反应不如预期啊，太烂了。我还没吃啊。那好吃吗？好吃啊。那你觉得好看吗？可爱吗？以这个手作来说，而且赶在六点前完成了这样。嗯，可爱。如果现在直接对他咬一口，你会生气？我会生气啊。为什么你会？我会超级生气。为什么你会超级生气？做出来不就给他吃？因为我还没拍照啊。有啊，这不是拍了吗？这哪算拍照啊？而且你看我用双盘，为什么用双盘？因为这样没有旋转。可是它每个角度都长一样啊。啊，我那时候在抹的时候就长不一样。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月月啦。给你们看一下月月，走掉了。你要举起来吗？头很乱哎。啊，跌倒了，好可怜。走开啦！你穿那个裤子不要入镜啊！奇怪，穿个裤子怎么了？阿公裤不行哦、喔，奇怪。不行啊，因为来这里，你把他叫过来这里。好啦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照他的肛门给他们看了。不要啦！很多大便的。好了啦，没，那就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